走吧，吃什么？你谁啊？是不是我？等一下，你谁家的孩子啊？这么没礼貌！你多大了？02年的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啊，对了，你刚刚说想吃什么来着？姐姐做饭也很好吃。盘点那些见色起意的人类。有病吧？你出来跟我相亲，相中我姐吗？不是，那不把我兄弟介绍给你完了呗？我嫌你孝敬，告诉你啊，我没有对象，他也不能有。走，那个，要不你先走，要不你先走。蛋蛋不值钱呀。你干啥去，小崽子？没看着你，我们就在对面坐着呢。这是都是女的呢，闺蜜嘴，带你吃口饭，走。这谁呀？我老弟，我来吃口饭了。不是，你俩干啥？没见过老爷们儿啊？弟弟多大了？19了。弟弟多高啊？1.8。喝点。不，过敏受不了。弟弟没什么事。我们家安保了吗？姐，我先回家了，给你做醒酒汤去了。那我能跟他回去去啊？人拿过。牙膏真长，你来干啥来了？这是谁呀、啊？这是。哎，不用不用，我自己来。你好，我外号叫对象，小名叫亲爱的，大名叫媳妇。媳妇好。刘洋男，你还要脸不？干嘛呢？别碰我闺蜜。滚走！晕了吧？我都说了，怀孕了不能老喝酒。哎，随便坐。哎，是有吃完了披萨也不会收拾一下我哥来家里做客啦。凭什么我收拾？不是应该你？哎呀，你好，大哥。哎呀，怎么那么多男的，好害怕呀。我的草原，我的马术，我想咋耍就咋耍，龙争虎斗别花，王总给你一个家。那你回去吧，今天就这么地了，我先走了。我爸妈今天没在家，我一个人有点害怕。啊，害怕这么可怜呢？那你爸妈搁哪呢？我去帮你找一找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啥意思？就是能不能陪陪我？啊，明白了。那我先下楼买点东西啊。我们家有剩的。帅，那有帅哥。你怎么这么帅？这可这个有点帅啊。我看你是故意的。啊，我好笨啊！天啊！哥，你在这里租的房子一个月多少钱呀？2000呀。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自从你搬来这里，我们家的东西就天天坏。啊，没说完。然后我就把它买下来了，这样我们就能一起住了。不行不行，我还可以给你做饭。那也不行，我不习惯两个人在一起住。你慢慢就会习惯。
今天晚上住哪个屋呀？王总，王总。我这朋友喝多了，你看给他送回去得多少钱呢？车里这个呀？啊，我看看啊。500。500？这500也这太贵了，我这。拿着啊，就这些。这是正经代驾不？是正经代驾不？走了。哎，哥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小闺蜜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大嫂。昨天加的小姑娘，容易加，太熟。你好，是有人吗？啊，没有。你喜欢吃串啊？服务员，给我来100块钱串。哎，100块钱的啊。好嘞，哥。你管他那么多，上天安排的最大的。哎哥，你能把口罩摘了不？嗯，干啥呀？我一个女孩坐代驾也不安全，我得把你照片拍下来给我闺蜜发过去。哎，行吧。哥，那个一会儿出事了，我不吱声啊，你也不许吱声，你也不许吱声。哎，你的检查结果出来了，严重的异常。你结婚了吗？没有。那你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医生，你有啥你净说了，我能撑住得住。那好，那我都直说了，我也单身，你看我咋样呀？哎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过来接下你们。你好，我是他爸。你好，我是他爸妈。性格的你办张卡，你带着干啥呀？我们不办。一瘦遮百丑，减肥就有男人搂。那我也不办，死累的。年卡多少钱？外加私教会员。Nice。 咱们两个是女孩，你知道吗？咱俩在外边得贤良一点，是不是？淑女一点儿，不能见着个男的就那什么，是不是？你见着，哎，帅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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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搂家去，出去玩去。有爷们吗？没有。不去了。那咱整点小烧烤去呗。那有爷们吗？没有。那明天吧，明天喝点。楼家家，你他妈没有老爷们你活不了了。那不是这么的吧，明天正好我朋友回来，萌萌一起。萌萌，萌萌是谁呀？是爷们吗？他都叫萌萌了，你说他是爷们还是娘们？那你问问萌萌，明天能不能找俩爷们出去。先生您好，您的外卖。不，我没地方卖啊。嗯，哦，是女朋友帮你订的，他还让我帮他。我没有女朋友啊。那要是你妈给你订的、啊、你有妈吧？你怎么说话呢？我当然有妈了。那就对了，你妈说了好长时间没见你了，让我帮她送点东西，顺便让我帮她烧个滚。不不，你干嘛呀？先生，您这样我工作不好做的，我可没别的意思啊，这就是单纯的母爱。行，来来吧。啊，你妈还说了，嗯，好久都没像小时候那样抱着你睡觉了。你干嘛呀？咱俩出来逛街，你非得带着你弟，带着小孩，咱俩咋逛啊？可以帮咱俩拎包啊。你是正虐待儿子，他都21了，幺九六的个子，背俩包咋的了？爹，你干啥？我老公在哪儿了？
坐下，坐上我的副驾，你打扮的还是一样特别流浪，我要是太忙忙就把视力扩。那个熟人介绍的，你找谁呀、啊？王姨，王姨介绍的，湘君吗？啊，是是，对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，是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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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门，我咋感觉你那个和本人照片不太一样？啊，今天没化妆，你那个快坐，我去做饭，马上过来。哎，也不尊重我呀，不化妆。你咋还没到呢？你小姑娘等着急了。我不是，我都到，那个，这不是九楼吗？啊，这是那个八楼。啊，那我走出门了。哎，我去，跟谁相亲不是相？我跟你说，九楼那女的老嘚儿了，三天两头换对象。真假的、啊？我也单身、哦，挺好。那个你先坐着，菜在锅里。他还想拴住我的胃，好吗？哎，我跟人家说好了，那我不去。你说要明天请干腰来呗。嗯，没事，我等你。说话啥玩意儿，超过我的预期了。我抓了个男人，你们快来！瞧你娃这小声哥的，就是磨蹭。